为食魔药充满着烦恼呢？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二十一点活的一天，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二十五点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。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，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。三十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，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，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，只是藏在平淡无味之中。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，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名声与尊贵是来自于真才实学的，有德自然香。原谅别人，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，以便回旋。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，让时间流走你的烦恼吧。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，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，无药可救。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，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，何苦呢？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，无所事事，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三十九点广结众缘，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四十点沉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四十一点对人恭敬，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，便拥有了一切。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，走是必然的，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四十四点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。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，你才能超越现实。四十六点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，你骗得了别人，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，
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48点，有时候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，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活着为了什么？49点，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，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50点，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，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。51点，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，这个就是慈悲。52点，说话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杀伤力，不夸己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，被人欺。56点，信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，如有一人未渡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时，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5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，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。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，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它有多坏有多恶，你欲骂它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，打我们，毁谤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。64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，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65点，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，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6点，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
66条经典禅语。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。66条经典禅语。侠客文章一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二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。三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四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不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五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，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，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六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七点，你可以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八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